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推大潮啊，像这样的石头缝底下肯定会有大货啊。首先把石头搬开，有货有货，大螃蟹，哎呦哎呦，我的妈，来疼死我了，嘿嘿。进来的老铁，在你手机不卡屏上帮忙给小弟个双击屏幕两下，加关注，马上看我坏干海直播喽。来了兄弟们啊，你看这呆萌的小眼神啊，像不像奋斗的小鸟啊？这河童啊，气性特别大，体内有剧毒啊，不是专业人员还不敢吃的。进都进来了，给双击再走呗。路过的帅哥美女，双击加关注，每天看我户外赶海直播喽。来吧兄弟们啊，八爪鱼进了瓶子，怎样才能出来啊？水倒一半留一半，上下来回涮啊，出来了心情是不是舒畅多了啊？进来的老铁，别人家的小朋友为什么双击这么多呢？我这个小朋友就是长着丑点，能不能也给我双击啊？祝愿今天高考的帅哥美女都能金榜题名。来了兄弟们，最近这个沙马蟹的洞啊也倒了霉了，抓个沙马蟹费尽心思啊，又是啤酒饮料矿泉水的应有尽有啊，嘿嘿。我今天在家里带了个芥末来啊，看他能不能出来啊，觉得能出来的扣一，出不来的扣二。咱家老铁进都进来了，帮忙给小弟双击屏幕连上加关注，今天晚上看我九点户外干。来吧兄弟们，现在天气热了，阳光也厉害了啊，这是我在赶海时候发现的99颗搁浅的泥螺卵啊，我把它捡起来放到有水的地方，然后再放生啊，这里孕育着千万条小生命啊。咱家老铁觉得我做的对的，麻烦给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2:10户外赶海直播了。